2015年8月，我哋去咗董培新先生喺温哥华嘅寓所拍摄。喺呢个时间，一定要去自己去揾翻你曾经中意嘅嘢，够唔够冷呢？需唔需要更冷呢？或者系咁样就够呢？咁都要有咗个决定。嗯，嗰阵时好似20几蚊个皮一张画，我攞个半，一定要喺过程里面，先至会到达翻去上场。只有香港才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人物。这是个大时代的精品来的。